大家好，万众期待的 B 站手游堪特伯莱骑士与公主咩寻找乜乜之剑的奇特冒险就今日公测啦，个名嘅水蛇春咁长，真係諗唔明。咁而家我选嘅系 女骑士啦，咁做返个名先。OK， 咁我哋选开朗型啦，开朗型。万众期待的坎特雷骑士与公主寻找雷霆之剑的奇特冒险啊，今日终于公测啦。语音日语啦，开始。我都不明点解啲游戏名同埋啲动漫名而家要改到水蛇春咁长，变咗潮流而家啊。都是比较而家潮流兴的像素风格啦。像素风格加日语语音，天上有个飞，点解天上有个飞碟咧？飞碟是一个科幻型嘅游戏。哇！我哋嘅主角系啊，佢乜嘢附身咗？呢个系个 angel， 系个天使，绿翼天使，救咗佢。咦，看来是即时战斗型的，不是回合制的。看看有没有得调画质的，好像没有。60帧了，我现在已经买了这个刚才救我们的 Angel， 那个天使是差10级，我才得过1级。有个机关，哇！喺度可以掟，好似就，但系佢冇爆炸功能，即系就唔系炸弹啦。周围掟嘢呢啲嘢有冇道具攞嘅咧？冇。咦？有喎。哦，呢个系一个回血个心形，会加血，飞到个身度又标绿色嘅数字。掟把剑俾我，而家应该是一个新手模式。有个加速键，同埋一个攻击键，非常之流行的一种战斗风格。唔知佢呢个游戏系咪 Lost 嚟嘅？如无意外嘅，应该系啊。毕竟佢都已经系融入咗咁多实际嘅人，即系。很明显看出佢像素风即时战斗，咁剩低除咗系 logo 之外，都应该冇咩太意外嘅地方啦。任务新手盾，咦，真系有盾牌嘅。看看我們看看好不好玩這個遊戲。哇，這個魔法師啊，這麼厲害的。如果是 Logger 來的話呢，就應該就不分職業了，只是分武器了。什麼事？獲得咗呢個角色啊，唔通？休んでる暇はない。伊娃，進め！伊娃，騎士團長伊娃。咦，獲得咗一個隊友添。我比較好奇就係呢個遊戲可唔可以多人聯機咯？如果 Logger 類遊戲冇得多人聯機嘅話，其實真係攞唔到佢。希望有吧，如果冇啊，少好多樂趣。为什么这里可以执的？咦，真是的，我还要，我一开始就想这里有什么用，原来可以点火。
哇，唔快打大機，只牛牛頭，做佢世界。哇，只我哋只魔法師五級的咗35血，我騎士180。要死啊！基本上，因为而家毕竟打嘅系初次入，就比较简单，比较 easy。而家系入主城么？我入去一个堪特伯莱王座。点解到目前为止见到嘅大部分都系女性角色为主？畫面咧都幾真係幾好嘅，幾得意，像素高。哇！魔王經典 RPG 遊戲，日式 RPG 遊戲大 boss 就魔王，而且傷害高度爆炸，非常之有啊 DQ 嘅感覺，非常之有 FF 嘅感覺。封印住佢啦，而家。对话都几漫长。这个女王看来都是个魔法师，又识锁怪，又识传送，冚工骑冠剑团队，哇，缩写成咁样，识飞啊喂，呢班人咁夸张。哇，呢只魔王追住咁嚟，演员表伊华。死咁打我哋个女王，死咁讲黑魔法，哇！变成咗射击游戏啊，咁犀利！呢一点真系估佢唔到啊！变成咗射击游戏，佢话伊华中咗，死火啊！呢下嘢，呢个系咪剧情需要啊？希望是劇情需要啦，聚章通关果然是劇情需要，即是必死的。之前预约是有6000的钻石奖的，哇，在奖这么多，可以啊，哇，月卡25元，太氪金了。目前来讲，感觉印象良好，对这个游戏比之前很多山寨游戏好多，因为以前 B 站很多山寨游戏，那些回合制卡牌搭防游戏很多很多 B 站出了，我都试玩过很多很多，给人感觉都很山寨，而且原创性比较低，重复都很严重。即无论佢出几多款都好，都只是换个界面，雷核都是冇变啊。但系呢个咧，俾人感觉都是暂时目前嚟讲咧，仲系印象良好，比较用心俾人感觉。睇下地图，装备。佢装备嘅时候仲会有一个。动作喺度装备中呢个动作，咁啊小细节都满满。希望有多啲技能啦，定系的确劈我哋而家几无聊。哇！呢边系咩嚟？而家呢边暂时过唔到去。我哋左边有个骑，有个好似好高阶骑士咁嘅人。好典型的 LOGO 类游戏，跟住系你喺一个小正方形入边，跟住逐级递进。呢个石头应该系后期用技能或者用其他武器先可以开。
呢个系咩人？系获取一个新角色定系有个 NPC？ 咩都冇。呢边可唔可以去咧？可以。呢边只系斋执嘢。又到了这个全火的环节，全火祭祀场，全火人，我们是全火女，可不可以用这个火炸人，试一下先。咦，真的得的，有伤害的这个火炉，这里有点哥布林的东西，我不是哥布林，这些叫什么？唔系好记得，唔系好记得叫咩？太耐冇玩传统就系 RPG。咁呢个嘢成日跟住我做咩？唔通以后会成为我嘅助手，我嘅角色？可以开到乜嘢？咦，有个新嘅武器。诶，钻头啊！这个钻头是可以开嗰啲石头。呢度上有个平台上唔到去，佢哋喐喎。旅馆呢度显示。因为刚刚开始都是，觉得暂时来说是比较简单，唔会话好高难度。仲可以睇呢啲数值，你咪话喎，有啲计时感啊！呢个地图俾我一啲口袋妖怪嘅计时感。我呢度就头先睇到个平台，喂，可以直接跳落去，咁咪真系好口袋妖怪啊！个地图设计得好有口袋妖怪。有咗个转头之后就，诶，呢啲先系哥布林，头先嗰啲我一时间唔记得叫什麼。呢啲原来唔系敌人嚟噶，执下嘢先啦。我呢边系头先翻转头。有了个转头之外之后，这些道路都是通晒了。哇，中了陷阱。这些好像山贼的人。捉了公主哦。Daniel， 哇，仲要死咁键盘？啊？点啊？点啊？唔得嘅，睇嚟唔得喎，要引人，要由呢个 NPC 救我哋啊！屌，我真系，我以为佢头先掂咸掂个走佬唔救我，睇嚟我抢得太快了吧，这个小女孩。得啦，得啦，得啦。再次关好繁琐啊！真系加入咗我哋队伍。哇！打哥布林，佢直接个 boss 名都叫做呢个头目名都叫哥布林，即系太意思啦嘛！不过都好嘅，其实而家玩多咗呢山寨游戏，觉得。有时传统的嘢未必是坏事，即系你传统嘅都做不好，你又冇学人创新，系嘛？